对，还让他屁屁股，他就是属于个头大，力量足，是吧？但是他的爆发力不如我。你看我俩创建，你看，不在你块大块小，啊？你看那一刹那，他的爆炸力炸劲没有大。我要是跟他黏住，你看，我就闯不过他了。所以我必须在是那一瞬间，你看那炸。所以你是有什么样体验呢？找不着，反正就瞬间就被打到了。是有一种感觉落空的感觉，已经落空了。有是吗？对，哦。首先你神法得敢创上，创下去之后那一刹那一变，这就是练神法。你看我们俩搏击了啊，我用创建的，你看一变，是吧？你要不敢跟他创，他上来了，我躲，啊，这就是往往常见的，他一上我躲，是吧？我用不着躲，你上，啊，要赶着上。下集更精彩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